来，十七点我们分成几个关键瞬间，就是刚进去全部进去刚出来，那刚进去的时候它进去的这一块磁力线变多，那磁力线是进去增加嘛，所以我们就根据右手定则产生磁场出来抵抗。 OK， 你看我大拇指出来对不对，你看我食指呢是什么时针，是逆时针，逆时针的电流。那逆时针电流会产生磁力向哪边？你看这个电流向右，电流向右对不对？磁场进去对不对？那根据安培的右手开掌，电流代表什么？大拇指，是磁场进去，掌心向上。那这个掌心向上，它就受磁力向上。那磁力跟重力抵消，会让它的加速度小于 g。OK， 因为磁力跟重力抵消嘛，磁力向上，重力向下，加速的小于 g。这边的磁力线中间这张图磁力线没有变化，所以呢这边不会有感应电流，所以这边的加速度恰为 g， OK， 因为只有重力。但是如果是这个呢，这个磁力线进去变少，那我不要让你进去变少，所以就进去补充，进去补充磁力线。来，大拇指进去，电流什么时针？电流是顺时针。这个电流顺时针，这个电流向右，那磁场向哪边呢？也是一样，右手开掌，电流右，磁场进去，掌心向上。所以呢掌心向上，那如果是这张图加速度也是小于 g， 为什么？因为磁力跟重力抵消会让加速度小于 g。 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。来，17题，他说在 P 几 P2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P2 呢，他是刚进去哦，刚进去，诶，就是我们刚刚的这张图嘛，加速度小于 g 才对，他写加速度大于 g 那就不对。请看 B，在 P3 全部在里面对不对？加速度等于 g， 对的，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二张图，对吧？在第三张图，P4 加速小于 g 没有错，就是刚出来的这个点了，所以正确。再来，它 P1 到 P5 的时间等于根号 2gh 对不对？这个怎么来的？这个是来自于一个公式叫 h 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对不对？那 t 就是 2h 除以 g 开根号，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自由体，它加速度在中间会小于 g， 那会产生热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电流会生热嘛，所以答案 B、C、E。